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phia。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和你们说一声抱歉，因为上个月就是课业需要做很多作业还是赶论文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就没有上传到五月的 setup。 那这一个月呢，也是因为上个星期有几场考试还有几份作业要交，所以呢就拖到现在才能把这个影片生出来。对于这一点真的很对不起，因为我开始写毕业论文了，然后呢我可以预见到未来我也是会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，所以呢我出影片的速度可能会慢下来，那还请大家多多担待，多多包涵。在我讲完前面那一大串话之后呢，其实我们的主题也画得七七八八了。那这个月呢，我就采用了欧美非常流行的 Monstera Leaf 来当作我六月的主题。那我上网去找了一下它的中文翻译，它在中文里面是叫龟背竹，乌龟的龟，背后的背，竹子的竹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一种植物，但是呢如果你有看欧美他们的家居或者是画画的那种影片，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还蛮常用这一个 Monstera Leaf 来当做他们的装饰品的。那这一个植物呢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，但是实际上画起来它是一点也不复杂的，因为还有一个固定的，应该是说格式去给你根，去给你把整个东西呈现出来。如果你想知道要怎么画这一种植物呢，我会在七月之前再发布一个绘画教程，其实也不算是教程，就是跟大家分享到底要怎么画。在用了 Fine Line 呢把整个东西画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到了上色的过程。那这一个月一如既往的也是用水彩，但是呢我们又添加了一点点我从其他影片上面看来的技巧，那就是一个叫 Negative Painting 的东西。对，我找了一下它的中文翻译，就是我也不知道它中文翻译是什么。这一个 negative painting 呢，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话，可以上网去搜一搜。那它的操作理念、操作原理，就是在最上层、最上层的图案上面涂上最浅的颜色，然后再通过颜色的渐深，就是递减，颜色的明亮度的递减。我希望我表达到出来，就是通过它越来越暗越来越暗的那一种效果，然后最后它的背景变成黑色的那一种效果，去达到一个突出最上方的物体的感觉。 OK， 就比如说我们去到一座森林，然后呢我们往前看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最前排的那一个树木，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往就是往里面看的时候，就是看向深处的地方，我们会发现它的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。那么 negative painting 呢，它所要呈现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在上色的时候呢，为了突出 June 的字体，我就选择不去碰它，而是留它这样白白的，所以呢就在整个很暗的背景之下呢，它就比较亮眼一点。最后也是一如往常的写上日期，但是这次因为那个空间不够的原因，我们就分成两排而已。然后呢就第一排就写15天，第二排就写15天。对，因为六月也刚好30天而已嘛。第二页呢，我们也是打横来写我们的周计划。那我发现这种打横只用一页的周计划呢，对我来说反而更有用一点点，就是它的空间不会那么大，就非常符合当初我用 A6 的两页的那一种形式。所以呢，因为我的字其实也是不会说很大，所以这一种格子的大小，就是5×5的大小，对我来说也是刚刚好的。
那配合这个月的主题，我就在格子的周围，就是它的左边跟右下角画了那一个 Monstera Leaf。然后呢，因为我的接下来那一页的 review， 我想要整页涂黑色。虽然我不懂它的效果呈现出来会是怎样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第三页是涂全黑嘛，那这一页我就不想要它太黑，就是整个呈现出来好像黑黑的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打算做一个跟前一页那个格子里面相反的一个效果，就是我会在 June 的字体里面涂黑，然后呢其他的背景那些留白，但是那个叶子的颜色还是有深浅不一的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月的主题有点热带雨林的感觉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就是很欧美，因为是黑白加那个龟背竹，所以就感觉很欧美的风格，有吗？上完了颜色，当然就是要写日期啦。那感觉我手上的这一个 MINISO 的水彩笔，我好像也是用了蛮久的。对，好像是我2016年买的。好了，第三页就是我们的 monthly review 啦。那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就是那个背景我们要涂全黑。那当时我在涂的时候，其实还蛮期待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效果。但是呢，我们先不讲这个，我们先来说说我整个设计的概念。那首先我还是会把每个月那固定的六个元素分成三栏，然后再分成上跟下两格子，所以就是总共有六个格子，然后我会在每一栏的最下方画上我们的龟背竹，也就是 Monstera Leaf，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蛮常讲 Monstera Leaf， 所以呢我要适当的来穿插一下龟背竹，让你们把这个三个字印在脑海中。上颜色的时候呢，我也是依照他们在这个主题中已经设定好了的三个颜色，也就是不同深度的颜色来上色，就是一个浅、一个棕、一个深，然后一个叶子就代表一个颜色，然后我们就在格子以外的背景涂上黑色。但是碍于我的水彩它是属于那种透明系的日系水彩，所以它的深浅和浓淡都会呈现不一致的效果，就造成它好像有一点斑驳的样子，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这就是我这个月的 setup 啦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试试看把龟背竹画进你的手账里面。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